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我们又如期来到了每周星期三，加拿大中国妇女互助协会的钢琴语音课堂。这里是 Nancy 老师的直播间，欢迎大家。我们的这个兴奋的日子快要到来了，因为我们这个公益班呢，从去年的三月一直大家互相鼓励走到今天，这里是倒数的第二节课。大家要珍惜最后的时光。那么我们现在的小伙伴已经是跃跃欲试了，大家这次呢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制作自己的毕业结业典礼的这个毕业和结业典礼的这个小视频，特别棒，特别努力。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周我们学习的情况。非常感谢我们的小伙伴，交作业的小伙伴呢用心良苦，每次都很努力的10遍20遍甚至上百遍的练习。另外呢，我们的这个非常得力的班委会们，大家都是在互相的，我们讲的互相鼓励互相给力。这次我们的作业啊，又有39个小伙伴交作业啊，这次的作业非常的难，但是大家还是克服了各种困难，没有落下自己，继续向前走。来，我们一起看一下这周的作业吧。41页，请大家翻到我们的41页，小伙伴们加油加油啊！41的作业呢，我们这次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在哪些上面会有一个提高的空间和一个就是成长的空间，那些老师会给大家说出来。第一，这次的作业的比较难，首先是它是86拍的，大家对86拍的这个把控还不是特别的到位。那这里面呢有几个小伙伴，我建议大家像这样的拍子，我们这里面有好几个小伙伴都做得非常非常的棒，用了什么呢？甚至是用了他们的节拍器，你们去看一下哪些小伙伴用了节拍器，仔细去看一下用了节拍器的小伙伴，他们的节奏都非常的精准。那没有用节拍器的小伙伴，要靠你的嘴巴来控制，其实是有一点点困难，是这首作品交作业的小伙伴中节奏最难最难的部分。所以第一个来温故而知新的点呢，那些老师跟大家提出来是这一次的作业主要是节奏的把控放在第一位，需要大家调整的。节奏的把控是什么？就是精准度高不高？86拍子是两个小三拍，那请大家拿你们的手出来，像我这样，拿我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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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样，就拿一个手指头出来，来，画两个小三角形。要是什么样的小三角形？是一个等边三角形。1, 2, 3, 1, 2, 3，画两个小小的等边三角形。但我们的小伙伴呢，是可能急于求成，有的时候是这个节拍上不够精准的时候，就急急忙忙往前赶，这是这次交作业普遍的一个问题。出现最多的问题就是节奏不准确，节奏不准确啊。那我们来听一下，怎么样子来把节奏精准，是所有小伙伴需要去做的。那做的时候呢，你可以以右手或者左手为一个主线条。那你如果用右手主旋律为线条呢，你的嘴巴就要精准到 T，sorry 啊，精准到什么呢？像我这样数出来 ，T 空啊 ，T 二三 ，T 二三。那么这个二三，很多小伙伴是没有到位的 ，T。他们就特别急，这是一个，所以其实你的拍子呢是不精准的。第一个大家要记住啊，怎么样精准？只有把速度降下来，你才能精准。还是这句话，能够用节拍器控制自己，弹得很准了以后，再把节拍器的速度调高，调得快，那是第二个步骤。那我们这里面用节拍器一直训练的小伙伴，都是弹得非常棒的啊！你们去看一下这里面，我记得，节拍器精准度比较高的玉丁玉瑶，好，那么你们去看一下，它的节奏就非常精准啊。那我们看一下 ，T 孔孔 T 孔，哎 ，T 后面那个 T 孔孔 T， 你用空空呢？很多小伙伴是用空空来掌控你的节奏，但是如果你的86的感觉不是很精准，我更 prefer 你们用哪个呢 ？T。三，对自己说二三更精准一点
那我们一起来把右手再来抠一下，抠一下。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作业主要是节奏是第一大问题啊，跟 Nancy 老师再抠一下我们的节奏，用中速版，不用快速版，用中速版啊。我给你们的速度是一、二、三、四、五、六，这是一种方法。我更 prefer 大家用一、二、三、一、二、三，一个小节里数两个一、二、三、一、二、三，会更容易一点。四、五、六就有一点难，那你们就把它变成两个小三拍。那听二三，听二三，听二拉松，二咪拉，二三一，二三松，二三一，二三拉，二三拉，二三听二拉松，二听拉，二三四五六一，空空。空空空空空 ，right 松 ，la 松，二三松空，发咪发松 ，mi right 二三，听二 la 松二发松二 mi 发二 right 发二 la 松二三四五。好，那么刚才呢 ，Nancy 老师带着大家把这个节奏抠了一遍。那我想说，在抠的过程中，第一，大家的小三拍不够精准，这是第一个问题，请你们写下来。第二个问题是，第一段比较简单，很多小伙伴弹成就弹得很好啊，听二三，听二三，听啊，这段弹得很棒。可是，一到哪里呢？一到第二行的。第倒数第二小节，因为有一点难度，这个时候的小伙伴们就会 ，re so la so so fa mi fa so，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第一段你比较容易弹，你就会急于求成的去弹快。到了第二段遇到了难点的时候，很多小伙伴说，Nancy 老师说的，我要降下来，慢速下来。好，他把第二段用慢一点的速度弹，这两个单独来说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把它组合成整首曲子的时候，今天一定要记下来，这个你在练琴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前后速度要统一，统一意思的前面用40的速度，后面就要用40的速度，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开车在这条街上40码的，你不要说这段路没有障碍，你就开60码，突然遇到障碍的时候，你就降到40码，哎，这个不行。我们现在要统一一个速度，你要以哪个速度为你自己的速度呢？是以就难不就易。虽然这个曲子两段你都可以弹，可是你两段能拿下来，目前的能力是以那个难的速度来决定你这首作品的速度。举个例子，这首曲子两大段，第一段呢你是60你就可以拿下，可是第二段难一点，你只能40的速度才能拿下，那么这首作品你只能够就难不就易。什么意思？只能定你自己的速度是40，听懂了啊？听懂了。所以现在小伙伴们呢，就是没有这个整体的概念。练的时候我说过，不管是容易的部分还是难的部分，我们都要慢下来练。但是一般的情况，大家会有一个惯性思维，弹熟悉的那一段呢，闭着眼睛都能弹，越弹越快，越弹越快，越弹越熟悉，来劲了，来劲了。一碰到难的，就自动的停下来或者降速。好，那这个难的我想说今天再跟 Nancy 跟大家讲一下练琴的效率问题。我们讲的效率是指的整体观念，就是这首作品真正你拿下来，不是说你容易的部分，而是看你整首作品的完整性、全面性和精准性。所有的曲子在专业的人眼里面好，还是我们现在不管我们是不是专业，我们都按专业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是以整首作品的节奏精准，没有错音，稳定，非常稳定，不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no， 不可以。
我们要以标准的从头至尾是一个速度下来。那这个时候每个小伙伴都要拿出自己的速度，你不要跟别人比，你要跟你自己比，记住了啊，关键点是找到自己的速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速度，这个不仅仅是这条曲子，是指所有的曲子啊。我们在这个小汤三快要结束的时候，就要拿出一个统一的概念来练琴啊，因为伴随大家硬要走下去，你要知道这个方法。好了，那每个人量身定夺你自己的速度，不要跟别人比。有的人是可以弹快，但你弹不到，说明你功力还没到。那功力没有到，你不要急于求成，自然跟自己去比就好了。记住我的话，跟自己比。好了，那第二点，左手我花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速度问题啊，因为这个曲子出现问题最大的就是速度问题，就是前面的很快，后面的很慢，或者怎么就是不统一啊。那统一的做得很好的，基本上都是有用了节拍器的小伙伴，他们非常，因为节拍器是不会快快慢慢，它不会等你的，它总是永远都是一二三，所以呢，这种曲子我建议大家好好的下课去用一下节拍器。你们用节拍器的时候，把速度降下来，老老实实的降下来，就是节拍器是嘣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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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这个速度还是觉得拿的有点难受，再降到呢，你可以踢胖胖踢空空踢。空拉松空咪瑞动空空，这么自如为止，就这样子的话，你可以从开头一直稳稳当当，节奏不快不慢的稳扎稳打的弹到最后一小节。这个要在小汤三这个阶段，我需要给大家告诉你们，你们应该掌握这种能力，这个能力是现在要重在这里的。好，那大家接下来给我打一个一，赶快给我打一个一，明白我讲的这个吗？打一个一好吗？call一个一，你或者是直接用手举起来，举个大拇指，好，或心玉一点啊，丁瑶玉，好，我看到了丽丽，好，李莹啊，所以方法论非常重要，大家练琴哦，再讲一遍，练习老师在咱们这个小班，这个班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我会讲到很多核心的点，大家一定不要抓心的去急于求成向前赶，每个人真的有自己的 timing， 自己的速度，你记住你走在前进的路上是最重要，正确的路上是最重要啊！不要因为别人赶得很快你就赶紧赶紧赶紧 no no never 不可以这样啊，这样反而容易就是不能达到事半功倍，而且还会很多的错误就出来了。好，速度均衡而稳扎稳打的节奏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今天我提出这个必须两次，我很少用这个词啊，今天讲到这个问题了。第二点，关于左手的节奏训练的时候，我们还是一句话，轻轻的点，跳奏的时候大家呢用力太猛太重，轻一点轻一点呢和弦，来，我们今天来学一下怎么来控制和弦的轻点的弹奏方法。轻一点的弹奏方法是让你的手呢，记住弹跳音，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曲子有跳音，跳音里面呢，大家跟我学一下，跳音分为单音的跳音、双音的跳音和和弦跳音，单音跳音、双音跳音和和弦的跳音。那么顾名思义，单音是指单音，一个手指头的单音，看到了吗？我只要手指头拿起来就可以跳了，看一下，你们可以聚焦我一下哦，看一下我哦，单音的跳音就是手指头拿起来，你看别的地方都没有动就可以了，用手指头扣一下。双音的跳音呢，用手掌的力度，就用这一节的力度，前半节的力度啊，双音的力度。好了，用了和弦的力度，像这里有三个音，那我们可以用到三个音和弦的时候呢，是可以用到手腕加手臂的，这是和弦用跳音的时候可以用到，但是前提是到底要不要加这个手臂的这段呢，要不要这段力量，完全看你这个曲子他们的角色分配在主旋律上还是在伴奏上。如果是主旋律上，那我们就要动用大臂了，让力量出来一点。
可是今天大家知道，今天这个和弦是在哪个上面？在哪里？是在我们的伴奏部分，要求我们怎么样？要求我们做配角。配角你能不能把这个力量加上去？不可以，只能够用到这里，仅仅用到这里就可以了。今天有很多的满满的干货啊，这是我学会的流行语啊，干货我不懂啊。那准备好这里啊，来，我们发力一下。对，看到了吗？看到了没有？我没有用这个啊，看，你看这个一带大 B， 这个声音就庞大的不得了。这样的话就会盖掉你的主旋律。所以这次呢，在我们的伴奏的运用力度上，大家明白我经常说要弱化左手弱化，其实懂道理和能做到有很大的一个空间。那来这里啊，带一点点这里就可以了，轻轻的点一下，你看看这里这里这里点一下，哎，手腕点一下啊，试一下，就用手腕点一下，哎，轻轻的点一下，千万不要用这里，不要加这里啊。我们来看一下单音双音加和弦，我可以把它弹成很多层次出来。你看，轻轻的点一下双音，整个的和弦用手腕点一下和用手臂完全是不一样的。你看出来的发力点，听到的声音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呢，跟大家讲了这样一个几个小技巧，这些技巧呢，希望大家下课以后慢慢去练一练，消化一下。好，就是把左手轻轻的点一下，不要太大的动作，不要用手臂的力量。好，那我们这首作品主要是讲到了节奏不均匀和拍子不精准的问题，其他的都没有特别大的问题了。那剩下的就是你熟不熟了，熟不熟需要花时间练的，不是一节课，甚至不是这个小时就能解决的。那只要是熟练的问题就不算是问题，只要你们花时间，你这周完成不了，下周还是可以完成的。那我主要是跟大家上课讲的是核心的，你要注意的点。好，那我们用一个综述，那跟那 Nancy 老师一块再走一遍我今天要讲新课了。 One, two, three, and go. 控控控控控 La so 控 一二三二三 so 三控控 La 二三 La 二三 Ti 二 La so二 ti 二三 la 二三 la 控 re 哆 ti re so la so 二三 so fa mi fa so mi re 二三 ti la so fa so mi fa re fa la so。好，那你们刚刚听到了吗？刚才虽然我也左手加了三个音的和弦，但你们听到的主旋律一定是这个手，而不是这个手。如果说你要是这个手加大力度，听出来的效果就是，你看，咚嚓，这个砸的声音特别重啊，这个是大家要去花时间消化的。好了，关于这首啊 ，chump chump chump。就分享到这里之前呢，大家其实我看了我们39个小伙伴哦，只有一个同学把歌词唱了，你们知道是谁吧？哎，你们去看一下 Linda 啊，我们 Linda 把这个唱唱把这个歌词唱出来，挺有意思的。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如果有歌词的，我们前面已经学到了自己怎么样创作中文歌词了，但我觉得我们班的同学啊，在小汤三块要结束的时候，要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估量，或者是 Nancy 老师给大家，你们自己去给自己做一个评估，评估到小汤三。如果你是从第一节课就牢牢的跟着 Nancy 老师走到今天，你们的水平应该正确的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呢？第一，试唱、试奏、试弹的综合水平应该是到了这个二三级的水平了，应该是达到这个程度了。至少是你们要在这三个点上去看看自己是不是都平均的发展。啊，我们这 Nancy 老师的课就是要强化
看着、弹着、唱着综合的能力啊，不是单一的，而是全面的综合能力。如果你达到了这个综合能力，说白了，你们现在可了不得。你们到身边去看看，去问你身边哪怕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其实都很少很少有能达到综合能力很强的啊，这是我们课的最大的魔力啊，我们的小伙伴的最牛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啊。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要遇到怎样的困难。四十二页，赶紧赶紧赶紧，好，加油加油加油！今天我们这首作品啊，首先是一看，首先就要看哪里，看我们的调号。对了，我说过，在小汤三快要结束的时候，它是不断的给你加码，让你的那个难度系数看上去加高了一点。另外一个点就是让大家打破舒服的舒适区，去挑战一下啊，挑战一下你未知的世界，走出你的舒适区。为我们的舒适区是什么？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呢？你们的舒适区是 C 大调、G 大调、F 大调。小汤一、小汤二，你们能闭着眼睛可能都能拿下。为什么？C 守卫太 easy 了 ，F 守卫也太 easy 了 ，G 守卫，对对对，好，先老师牛，后老师学生牛，我们班长说了啊，好的，来我们看一下，现在我们 challenge 到了，来跟着老师的思路啊，抢占一下，因为在收尾的小汤三结尾，我会不断的给你们很多的，就是刺激你们去回忆或者是 review 我们的综合能力素质。是不是？其实也等于是给自己个检测，你掂量掂量，我学了三册了，我应该怎么样呢？得调调，你能不能搞定调啊？就是什么调？我们现在学到底几个调？小汤一我说过了，只有一个调 C 大调。小汤二对吧？大家要回顾三册的总，我们现在是拿的是什么？我们这次有十几个同学是拿我们拿结业证的啊。那我们这些同学，哎，达到一个什么标准？心里要拍着谱就知道。我能学到什么？我跟别人不一样，对吧？我们学了什么东西？对，三册下来啊，第一册 C 大调，第二册主攻的是两大调，就是三大调 C F G 三大调。到了我们小汤三，它就不仅仅 C F G 了啊。那我们看看 ，C F G 是以一个没有升号的和一个降级号一个升级号的。那么三册很容易记啊，我教大家个方法，按调号和升号的数量来记，再来总结一遍啊，来抓紧抓紧抓紧，速记速记，用这个方法可以牢牢的记住，而不是死记是活记。小汤一只有没有任何升降号的 C 大调，到了小汤二就有了三个调出来了，那一个没有升号调的就是 C 大调，第二个呢？只有一个升号调的什么大调？抢答，赶快打那个字，一个升号调，直接抢答。一个升号调什么大调？啊，伊丽莎白 G 大调。一个降级号，一个降级号，抢答，赶紧赶紧，一个升级，一个降级号 F 大调。霍青答对，看这三个牢牢记住啊。Linda 说 F 大调，好了，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的呢？来。看到我，看到我，你看这数字很好记。接下来的调应该是两个升号，或者是两个降号。对，在我们的小汤三已经有了两个升号什么调，两个降号什么调？抢答，看有没有人知道两个升号什么调，两个降号。哎，两声赵霞，赵霞说的是 D 大调，100分。赵晨说是 A，no。Aaron， 两声是 D。Wonderful， 两降，看是谁知道，有没有人弹出来？两个降号，有没有抢答出来？你看我今天问到的问题，哇，伊丽莎白太棒了，降 B， Aaron， 降 B， 降 B 啊，不是 B 哦，差一点都不行，是降 B。如果我刚刚问的这系列问题你都脱口而出，说明你三册的内容学得特别扎实。如果说我说到的降 B 你答不出来，请你们拿笔记下来，自己到小汤三去找两个降记号的降 B 大调是哪首曲子，去找啊，去找。其实这首曲子很多人喜欢听的啊，去找。那你们为什么会忘掉这个降 B？ 好，你看出来了，到了第三册变成两升两降了，对不对？好，尾声部分
还有了上上节课学的什么三声，今天学的三降，也就是说从第一册、第二册、第三册准确的讲是两声两降、三声三降，这样好记了吧？用数量来告诉你们。那我们整个的第三册到了尾声，其实就要掌握到三声三降，三世桃花。我们现在有一个电影叫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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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生三世一世桃花，有这么一个电视剧啊，听说啊，就是哎，你就拿电视剧好吧，三生三世一世桃花就是我们三册要达到的标准啊，给你们一个完美的非常 romantic 的一个词，三生三世，三生三降。好，那我们整个小唐三要基本上达到三生三降这个调了。好，基于三生三降，三声是什么？三降是什么？好，丽丽说三降是降一大调，三降是降一大调。你们看一下，对，是降一大调，没错啊。三声是什么调？你们搞清楚啊，三声是什么大调？是 A 大调，100分。好，关于这个三声三降的音阶呢，你们给你们留一个预备练习的作业，是在第44页和45页，你们自己有书的小伙伴去看一下，关于我们整个的调里面啊，就已经做了总结了，在44页和45页，你们自己去看一下，就囊括了我们一二三册所有的调就在里面。我给大家一遍就说过了，没有升号调的 C 大调，一升一个升号的 G 大调，一个降号的 F 大调，两升的 D 大调，两降的降 B 大调，三升的 A 大调和三降的降 E 大调。好了，那你们自己去梳理一下，总之要把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个内容一定要去复习去掌握，而且脱口而出，那你们这三册就真正的过关了。那我们今天来看，今天要学的是最后一个关口了，过五关斩六将的最后一将来啦，快点。你们现在因为我跟你们就熟了啊，已经在一起了，所以那些老师上课会比较越来越有比较 exciting， 就会有点说书的感觉了。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将三将呢，首先特点把它 highlight 出来的开火车头部分呢，是三个将记号，将哪三个赶紧用眼睛迅速的扫一遍啊。你可以看右手，你看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右手的五根线。第一个，谢谢叶说好可爱啊，好谢谢。那我们看一下这里，第一个降记号是在第一个从左至右，记住我们要用标准和我现在教你们全是专业的方式去看，不要用那个我们讲的，我们不用山寨，我们用专业啊。来准备，第一根线从左到右是这根线，第三线降 B， 第一个叫降 B。第二个是最上面那个，在这个位置上，这个位置啊，降一一啊，小字二组的一这里。好，第三个是在这儿，第三个是在第三线的下方，也就是第二间是降拉，也就是降 A， 赶紧写下来 ，T 咪拉，对 ，E B A， 要前面写上降记号。好，赵晨100分。好了，那我们来看一看 E B A， 找找这 E B A 在哪里啊？降。降 B 在这儿，这个我们学过一个降号，第二个降号降 咪， 你可以高 咪， 随便找一个咪都可以，不一定要找那个高的低的，你就说一就是降咪啊，弹黑键，第三个拉 T 咪拉，这三个都在黑键上。好啦，找到了啊，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曲子，我们先来看右手吧，因为右手是主旋律，大家写一下所有的这首作品是比较好弹的，因为它主旋律就在右手上，主旋律就是右手啊，右手是主旋律。来，首位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今天要学的东西太复杂太难，所以真的大家要花点功夫去认真听我讲课。第一，我们很少去练右手或左手，全方位的手的位置就在黑键上，是特别难的，不光光是你们，是所有哪怕专业的学生也是头疼，就是这就是一个大麻烦，一到黑键上就觉得困难了，不顺，你看的这个就像我们去到了山上一样，就是你走平路，大白剑就是我们的平川对吧，走平路多好呀，那我们到黑键上就等于什么爬山了，到山坡上去了，
就难了啊。首先是这个丛林啊，这个黑色就像黑色的丛林一样，你在里面穿梭肯定很难的。来吧，今天看一下第一个音，开头第一小节啊。那么四分之三拍对大家非常的简单了，蹦擦擦蹦擦擦，华尔兹的四分之三拍，强弱弱的规律。那最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个首位特别 special。第一个音是 so， 小字一组的 so 用了三指。那我请大家用 Nancy 老师教过大家来定位，怎么 GPS 定位，我现在全部是要你们自己回答，而不是我来教你们，而是你们动过脑筋来回答我的问题。那今天的右手的首位请谁抢答出来，它的精准的或行说是一，不精准，教程说是小字一组的一也不精准，还没有人达到精准的，看看谁能够抢答出来。好，雷答对了啊，雷答对了，哎 ，Jesse 我们的学习委员第一个精准的答对了，燕燕答对了，降 B 首位啊，降一首位 ，sorry， 降一哦，别忘那个降记号，来把大拇指放到小字一组的降一上，小字一组降一啊，找一下哦，这个你们没有弹过的，完全是一个新手位，特别难，为什么？大拇指在黑键上，特别困难。好，第二点告诉你啊，这个降一的手位大家放上去之后，因为后面就所有的音都是围绕这五个手指头，这五个手指头不要走开了，我告诉你们啊，一个大拇指在降一上，第三个指头在 G 小字一组 G 上，第五个指头很特别了，你把这几个字都要把它定位一下，一三五指在哪里啊？第一个指头在小字一组的降一上黑键，第二个指头是中间那个三指是在小字一组的 G 手 G 的三，第三个指头在 G 这个音上小字一组，第五个指头小拇指啊，这个小拇指 Pinky。这个小拇指在哪儿？在降 B 上。今天有两个音都在黑键上，大拇指、小拇指都在对降一、降 B、降一、降 B 这两个大拇指、小拇指、大拇指、小拇指都在黑键上，难吧？有点困难啊、哦。好了，来准备好了啊、哦，你就记住，大拇指、小拇指都在黑键上，这个就是降一首位。好了，来准备好。还有哪个地方要降呢？就是第四个指头，第四个指头是降拉，也要降，就是你记住了，今天的右手啊摆好了以后别动，脑子里先想一想，第一顺序是大拇指要弹黑的，第四个指头要弹黑的，第五个指头也要弹黑的，这三个都是黑的，接下来了啊，接下来以后我们赶快拿 highlight 的笔， highlight 的笔标一下，来赶紧第一行把大拇指上黑，就是说要降的地方 highlight 出来啊、哦！我直接说了，右手从右手开始，我们先讲右手，第一行第三小节，降一，好，第五小节两个 T， 第五小节两个 T， 第六小节三个音都要降，降拉降 T 降拉。第六小节全部都要降，三个音都要降。好，这是右手的第一行，第二行，第二行第一小节的第一个音和第二个音都是降 T， 也就是第二行的第一小节和第二小节两个小节的都是要降的，两个 T 两个拉都要降。好，第二行的第四小节第三个音啊，第三个音是发嗦拉拉，那个拉要降。第二行的第五小节和第六小节，两个 T 两个拉都要降。好，这个我们的第二行没有了。第三行，准确的讲，第三行的前三个小节跟第一行的第三个小节，前三小节是 repeat， 就是一个重复的。所以呢是在第三行的第三小节的 time 那个 mi 是要降的。
好，我们再往下看第三行的最后倒数第二小节的咪也是要降的啊。好，那我们刚刚把右手的要降的音都跟大家讲了一遍 ，highlight 出来了。好处在于，它这首作品看上去难，是因为是新，对大家是一个新的领域、新的知识，所以觉得难。但它容易的地方，请大家注意了啊，容易的地方就是这个手放在这里没动过，完全不需要动，只换手指头就可以了啊。它容易的地方就是这一个手位放在这儿别动就可以了。好了，那跟着那些老师一起来唱一唱吧。嗯，把手放在这儿。One, two, three, so, r, so, fa, so, fa, mi, r, 三, 四, 空, so, ti, r, ti, la, ti, la, so, r, 三, 四, 空, 空。第二行。第三行 so, so, fa, mi, r, 三, 四, mi, fa, so, so, fa, so, fa, mi, r, 三, 四。好，这个曲子啊，它的右手没有打连线，所以你还是要用非连音的弹法。那大家听出来了吗？我在这首作品的主旋律部分，在整个第三行的结尾，也就是倒数第四小节的下方中间的部分有一个 rate， 那这个 highlight 出来标一下，它是 slow down， 就是渐慢的一个缩写符号，渐慢，也就是在这首作品第三行倒数第四小节开始就要踩刹车了。这个我们踩刹车让车慢慢的停下来，就是渐慢。好，这个曲子非常的抒情啊，非常的抒情啊。那我们在弹之前，为了熟悉的话呢，我们倒过去，你们可以做哪个动作？你们看一下最上面 hands position， 就是我们讲的降一这个手位上的五个音，大家去弹一弹。左手也可以放，右手也可以放，来一起放一下。右手的大拇指放在降一上，左手的小拇指放在小字组的降一上。那这样的话，两个都是降一手位，左手的小拇指和右手的左手的小拇指跟左手的大拇指，以及右手的大拇指跟右手的小拇指，这两头都是在黑键上，那中间的第三指在白键上，即这就是双手的降一手位。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上面的 hand position， 就是手位的音阶，这五个音的音阶大家可以试一试，在也就是预备练习最上面啊，来，咪，咪是降咪，发，嗦，然后降拉啊，别忘了降拉，拉，然后听，就是五个指头去做一做，这五个音是这个作品里面最容易的点。它最容易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基本上两个手抠在这儿，不管是左手还是右手，在这个曲子的容易的点在哪？就是手位没有变，就不要这样，到处乱找。你看有些曲子吧，它没有降好不太难，可是它的手位换来换去，你就特别困难。这首作品它的容易的点就是不动，在原位，摸在那里，只动动手指头就可以了。难在哪里呢？难就是有三个指头在黑键上，这是一个新的挑战性。你要搞清楚一个曲子它难在哪里，容易在哪里，你要全盘掌握啊！我对我们的曲子要一个全面的分析。好了，那我们请我们的小伙伴看看谁能够录像呢？啊，我们做一下，练习老师把右手再做一遍，同时呢，你们也注意一下，
我在弹右手的时候会把这个曲子的 emotional 的那个表情符号也弹进去，在哪儿？就在每开头第一小节和中间部分有 P M F M F 等等，就是有弱有强的部分我也会加在里面。好，看一下我的手型啊，大家 focus 一下，做好了吗？好，现在我们要弹的是啊，42页开始。你看我的手型啊，因为是降一手位，所以不能在这儿，要在这儿，很前面，很前面。好，来做好准备啊 好，你看我的手位一直在这里，没有动，就在这个位置上。大拇指，5个指头都在这个黑的区域，在这块儿啊，不要下来。今天的手位跟普通的手位不一样，平时我们在这儿，这个在这儿啊，这是大最大的特点。好了，那如果我们的右手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话呢，啊，那大家唯一要注意右手有两个点，就是每一行都有一个咪很长的。像连音一样的地方，那都是太，大家记住那是太哦。还有呢，唯一的不是太的地方是在第二行的 so fa so fa， 这个叫什么呢？大家可以运用我们最熟悉的一个弹法哦，既可以选择普通的连音弹法，也可以用 drop roll， 就是连落提的方法也是可以的啊、哦。两个音可以弹落提，你们自己去选择，嗯。好，那我们现在看左手，来，左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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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左手，刚刚讲到了左手是什么？左手是同样的位置，只不过右手是在小字一组降一手位，左手在小字组降一手位，他们是同样的手位，两个手的手位一模一样，也就是 both hand on flat E position。那么我们讲双手都在降一手位上。就是这个曲子的特点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曲子它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呢？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小节。第一个小节是降咪、嗦、降 T， 咪、嗦、T， 咪、嗦、T。谁抢答一下？这是什么知识点？抢答，抢答，抢答！看看有没有人把这个知识点抢答出来。这是我教过的知识点，这叫什么？这叫什么？左手用了什么？也就是今天的伴奏用的是什么方法？伴奏，赶紧抢答！我看到有人还在想吗？好，伊丽莎白说 E M， 伊丽莎白说的是 E M。好 ，Jessie 100分 ，Jessie 答对，但是还差了一点点啊。好，对的，这个不是 EM， 是降一，降一，首先是降一。好，永恒 Jessie， 还有没有人答对的？叫降一。好，原位，我们学过了，三册里面学过的原位转位，大家有没有概念？别忘了，别交给我了啊！原位就是3+3度，别忘了啊，是。regular 的位置叫 root position， 那原位首先是一个和弦，这是个分解和弦，看出来了啊，所以全称降，赶紧写下来，降一大调的也叫降一，对，雷答对，降一原位分解和弦，
降一原位分解和弦，答对了吗？好，降一原位分解和弦啊，一定要写降一哦。好，来，咪嗦提，好了，请把这三个音拿个笔圈出来。那既然是个和弦，它就是一个 teamwork， 是一个组合和弦。那你找一下有几个小节是降一和弦呢？降一和弦呢？第一小节，这样就容易找了啊，赶快找。第一行第一小节，第四小节，倒数的两个小节，这就出现四个了。第一行降一原位三和弦的分解型，第一行出现了四个，第一小节、第四小节、第七小节和第八小节。我们把相同的地方找出来，就弹四遍。第一行有四次，弹四次一样的。我们再看第二行有没有出现呢？啊，第二行没有，不管它了。我们看第三行有没有这个音呢？有没有这个和弦啊？第三行有没有啊？啊，没有，第三行没有出现，那就不管了。那也就是说，第一行出现了四次降一原位分解型三和弦。好了，把这个四个搞定了以后，我们来看左手的第二小节，第一行第二小节，拉提拉，拉提拉，第二小节叫拉提拉，这两个音都要降哦，注意了啊，把降记号标出来。好，我重新再带大家把降记号做一遍啊。第一小节的第一个音和第三个音，我先讲的是左手。降 T， 第一行的第二小节的三个音拉 T 拉全部要降，左手第一行第三小节，第三小节的中间那个 T 要降，第四小节的第一个音和第三个音咪和 T 要降，第五小节的中间那个 T 要降，第六小节的中间那个 T 要降，第七小节的第一个音和第三个音要降，第八小节的第一个音和第三个音要降，这个就是第一行了。第二行又是 so t so 是吧，那中间的音啊，第二行的第一小节第二小节都是中间的那个 T 要降，第三小节三个音都要降，米 T 米咪、T、咪三个音都要降。好，第四小节，第四小节是拉、嗦、发，第一个拉，第一个音要降，降拉，拉、嗦、发。那这个点是个什么知识点？迅速的告诉我，抢答，拉、嗦、发是一个什么知识点？三个音组合的一个最小的单位的什么知识点？抢答，加油，抢答一下，快快快！Jessie， 你看我们的学习委员啊，很扎实，学得很扎实。好，玉莹非常扎实，下行音阶，对，燕也答对了，下行小音阶，拉手法，好，拉子啊，第一个拉要降。好，再往下走 ，so t so 发 t 发，都是中间的那个音要降 ，t 要降。好，第二行的倒数第二小节，三个音都要降，米 t 米。T， 对，第二行的倒数第二小节和倒数第一小节的四个音全部是黑键，咪 T 咪 T 啊，都是降号。最后一行，第三行我们来看第三行的第一小节，咪 T 咪三个音都要降。第三行第二小节拉 T 拉两三个音也要降。第三小节。So T So 是中间那个 T 要降，第四小节 Mi So La 第一个音和第三个音 Mi 跟 La 要降，第五小节 T Mi T 三个音都要降，第六小节 La T La 也三个音都要降，倒数第二小节 So T So 是中间那个 T 要降，最后一小节的咪要降。好了，看清楚了啊，这个曲子最难在哪里？在左手啊，左手是没有太大规律，而且呢大部分都是黑键，就是三除了三指没有降，它的二指和一指用的很多，
521521用的特别多，就是五指的降咪，二指的降拉和大拇指的降踢，这三个音几乎占据了所有的曲子全部左手。那么反过来告诉大家怎么理解，就是左手主要是这三个音，五指的降咪，二指的降拉，大拇指的降踢，频率用的特别多，这三个音是这个曲子出现频率最高的。这个曲子为什么这么做，也就是强化你去把这三个降记号搞定，就是你这个调里面就这三个黑键，就是让你搞定，让你把这三个黑键吃透，就这么简单，就这个意思，它目的就是这个。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左手，大家可以录像，我先把左手弹一遍啊。嗯，做好准备啊。 1, 2, 3 and go。 Mi, So, Ti, La, Ti, La, So, Ti, So, Mi, So, Ti, So, Ti, So, Fa, Ti, Fa, Mi, So, Ti, Mi, So, Ti。 第二行。 So, Ti, So, FaTi, Fa, Mi, Ti, Mi, La, So, Fa, So, Ti, So, Fa, Ti, Fa, Mi, Ti, Mi, Ti。 二空，第三行。Mi, Ti, Mi, La, Ti, La, So, Ti, So, Mi, So, La,Ti, Mi, Ti, La, Ti, La, So, Ti, So, Mi, 空空。好，大家发现我的左手全部基本上全在黑键上，基本上主要是这三个音啊，五指的降咪，二指的降拉，大拇指的降踢，这三个音是我们主要这节课要反复强调的。好了，这个曲子是要花很多功夫去一个手一个手的把困难解决掉，因为这个曲子是全新的曲子，我们从前面到现在还没有遇到一个双手全在黑键上就蹲在黑键上的这个曲子是唯一的一个，所以真的很难啊，有点差别，这也很正常，毕业论文总是要有一点困难的啊，总是要给大家一点 challenge 的，就当是毕业论文了。好，那我们现在来做最后一个 section 啊，最后一个部分，来双手节奏，打一下节奏，好了吧？这个节奏不难啊，节奏不难啊，慢一点啊。1, 2, 3 and go。大，左，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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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左，左。左，大，大，左，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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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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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行，大，左，大，大，左，大，大，左，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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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左，大，大，左，大，大，二，空，第三行，大，左，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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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左，左，大，大，大，左，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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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左，左，空。空。好，那我们现在呢 Nancy 老师刚刚这边打节奏是非常非常慢的，所以呢大家不要着急啊。那我现在全从头至尾完整的给大家把全曲录像做一个示范，大家可以录下来啊。这个曲子是行板的速度，不要弹太快
很抒情的，不难，主要看我的手型，再看一次，在这儿，哎，这里啊，好 ，one, two, three, so, so fa, so fa, mi, so ti, ti la, ti la, so.今天的这个曲子呢，从头至尾都讲解完毕了。那有一个点我刚刚忘记说了，赶紧记下来，最后一个小点哦。最后一个点在这里，第二行最后一个小节，虽然是降一首位，最后一个第二行最后一个小节的落题是 so fa， 谁告诉我这个地方是降一首位？大拇指怎么样？弹了个 re fa， 这叫什么知识点呢 ？so fa， 就这一个超出了今天的一手降一手位，这个大拇指多弹了一个 re 出来，是唯一一个地方。so fa， so fa， 这个叫降一手位扩大拇指。对，永恒答对，降一手位扩大拇指，多弹了一个 re。就这个点啊，我刚刚弹的时候特意想提醒大家。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新课就讲到这里。